我刚才在看比赛说，今天在那个洲际棒球场，洲际在台北不是吗？台中，哦，台中 ，Hello， 鼻青脸肿，给他选下去，在台中，在台北，哦，对吧？天母在台北，天母跟新庄棒球场都在台北，哦，然后我们是在桃园，我们在桃园，对，对呀，啊，嗯，斗六在高雄，斗六不在云林吗？啊啊！我们住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吗？我们都住台湾吗？怎么也斗六跟我斗六不太一样？斗六不在台湾，斗六不在云林吗？哦，斗六，哈，哈，斗六在云林，哦，对啦，斗六在云林啦，吓我一跳，我想说我讲错，斗六是云林，对不起，是云林，对不起。哎，我台南人，你尊重一下，对，尊重一下台南人，忘记你是台南人了哈。对，哎，是啊，你是哪里人啊？台北人。哦，你台北人。我台北人，对，所以我地理不好。你地理不好，啊，台北人，你现在是在说台北人地理都不好吗？我啦，我本人。你本人？我本人。地理不太好。对，地理不太好。有人说替天龙师雅天龙雅道歉啊，原来是天龙人的部分啊，失礼，不是天龙师雅，台北没有，还不到天龙，对，天龙师雅，地理老师在哭了。